本公司最新研发的专利产品吊轮移门缓冲器，可运用于各类吊轨式推拉门窗，主要由主体架、定位滑块、气弹簧、移动滑块、防撞软胶、金属转轴等部分组成。本装置可选择连接滑轮和轨道固定两种安装方式。采用连接滑轮方式安装时，缓冲装置与滑轮相连接，定位开关安装在导轨顶端，移门闭合时，定位开关撞击滑块上的缓冲软胶，滑块受力，锁紧装置打开，在滑块受到冲击的瞬间，气弹簧受力向后移动撞击软胶，随后气弹簧回到起点，推动移门滑行，全程时间3秒左右。打开移门时，定位开关联动滑块，压缩气弹簧滑行至末端，滑块移位到卡槽，装置锁紧，与移门分离，移门自由滑行。若发生未连接或连接失败，只要将移门从后部推向定位开关，可通过滑块变形的方式进入，再次连接。采用轨道固定方式时，缓冲器安装在轨道顶端，定位开关设置在滑轮主架上，当移门运动时，缓冲装置固定不动。本专利吊轮移门缓冲器可适用于180公斤之内各种重量的移门，匹配滑轮直径20至30毫米，运行稳定，使用寿命长，是配套吊轮滑轨的理想选择。